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，我是9527。那今天要来开 Bub， 前面这是我最近买的，但是我要开的是海岛系列。这一套海岛系列我本来是订了一盒，但是我因为放在购物车，我想说买一些其他东西在一起结账一下，后来就被人家买了几只散的走，所以我就剩下九个，我就全买了。那这个价钱还算合理。那我们先来开这九只。他下次可以不用做这个封膜，我觉得省点成本，卖便宜一点。好，镜头往下，九只我就直接一只一只开了。哦，这个我没有。然后他这一套的话，有一种特殊的卡片，但是那个比例我不知道，所以可能要查查看，因为我今天查了一下比例，我看好像没有人写到那个比例到底是多少，有多少盒才要掉一张那个特卡还是散卡？哦，这个是那个帆船的第三盒。那我后面摆了几只大的，一个是80公分的麦当劳。好，这个开过了，这我有三只，然后另外一个是70公分的玛莎拉蒂，然后还有黑色招财猫是45公分，然后最后就是那个海星，也就是封面这一只，只是它是有一个放大款。我后面那个其实不是正版的，我后面那个其实就是一般的那个潮流摆件。因为它做的比较大，哦，这个也有了，两只重复了。理论上这一盒，因为我是从一盒里面买的，然后人家把那三只买走，所以我剩九只，两只重复，所以我至少有七只是我没有的吧？除非他是把所有的散盒都放在一起在卖。这样就很贱了。噔噔，竟然又有重复，所以他是把散盒摆在一起卖的，卑鄙的店家。这只没有，希望不要重复了。哎，这只我也没有，这只可以。看来还是要去收一盒啊！现在的价钱稍微比较合理了，所以可以去收一盒。我先查一查，大概4800到5000左右。海岛系列第一代的男友系列，现在我看的价钱是大概45000上下。对，傻瓜才会买。然后第二代环游世界的话，它也是卖26000，太贵哦！恭喜。这张是特卡，我们等一下来看特卡。好，终于给我重复的没关系，有一张特卡就好。特卡的用处是什么？其实我也不知道。它是可以卖比较贵吗？还是累积多少张？这一套如果能收集到都是特卡，那就真的很厉害。哦，好。我们今天中到的是日光浴的，这只我好像也有了吧？我记得我上次好像有一只日光浴，好像在公司吧。然后海洋之声这只是，然后这个是夜探浅滩，这个是帆船俱乐部。最后这只是海角瞭望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特卡。好，我没有看过特卡。好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啊，我有准备一个我那天买的手电筒，等一下来照那个爸爸的头用的。哈哈，特卡有一个塑胶封套做的，哇，特卡。
啊，可是那个特凡跟那个重复的 SP 五十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特卡，这张特卡比较大哦，这是一般的那个 SP 五十，这是特卡，有多一个边框，然后它是这种闪闪的材质，4048，它这个摸起来后面的齿就是有点毛毛的。哦，还是有差哎，特卡，好，至少送了一张特卡。但是特卡的公仔有没有长得不一样？这要开来看看。好，那我先把小只的开开，以后再给大家看。OK， 好，回来喽。那今天开的那个散盒的爸爸海岛系列，大概就是前面这一些。那刚刚那个特卡的 SP 五十的部分，基本上两个是长得一样的，所以我就摆一个就好了。那我其实这一次就只开到了这五只，左边这五只是新的，右边这两只其实我之前就有了，所以我应该还有少个好几只，到时候来换换看。那其实 Bub 这个东西，我是不太建议就是在台湾的人收啦，因为它很多活动都是办在大陆，你要买它的大娃基本上不是很容易的，因为你也不可能去大陆那边排队，然后现在大娃在网络上卖的价钱非常贵，我看到10000多到10几万的都有，然后我觉得没有这个价值。那这个是最普通的版本嘛？那它还有150的，然后200的，然后300的、500的、1000的有没有？我不确定。但是我刚刚网络上搜，它是写有1000的，但是其实我也没有看到那张图片。那它500的话，大概就是我们现在前面这个这只黑色招财猫。这个大概就是500的尺寸了。那我前面这个其实前面这四只大的是盗版的，它其实是潮玩摆件啊，就是让你摆在家里好看的。然后左边这只麦当劳，它是80公分，它很大一只。这只玛莎拉蒂是70，黑色招财猫的话它是45公分，然后这只小的海星那就是乡民的尺寸，再少2公分，28。但是它少一个水桶，它没有水桶，它就是很单纯的那样子。那也就是这次海岛封面的这一只海星。那其实后面这些它涂漆都算涂的还不错。那比较贵的话是右边这一只，因为它是雾面漆，它不是这种亮面漆，所以它的价格比较贵一点点。那其实像这个大概几百块、500块，然后1000多，然后这好像也是1000多、2000多，然后这个可能快5000块，这只会比较贵。然后我觉得就是一般只是想要装饰家里有一只大娃的话，我觉得买后面两个不错，是个好选择。45公分的尺寸，我觉得也是个好选择。涂漆的话可能没有这么完美，但是我觉得已经不错了，以这个价格来说的话。那有点可惜的是麦当劳这只，麦当劳这只基本上它的脖子有断掉，有一个裂痕，那基本上还是可以啦，因为你摆在那边它的重量压下来的话其实你看不出来裂痕，你要用力往上搬才有。那这个是如果要购买的时候运送到台湾的时候，可能要在你的集运仓库的那一端可能就要先请他拆盒检查，但是这会有一笔费用。但是如果当时拆盒检查就有问题的话，可以马上请那个厂商来处理。那我是因为省了这个步骤，所以现在发生问题的话，那个厂商说因为当初我们没有检查所以没办法，那这个我也不能怪他，因为我就是不想付那笔钱嘛。好，介绍一下前面这七只，往前。那他这一次做的很多都是很特别的，要不就是头有透明的感觉，不然就是那个衣服有透明的感觉。那我是没有中到冰镇夏日，我觉得冰镇夏日跟你好海岛这两只就是身体都是透透的，然后这里面有两只透透的，这两只身体透的，这两只是头透的。那他的头透的我用手电筒照就好了，哇太亮了，不行，这样子这样子，这两只是头是透的，透光的，
然后这个是身体，身体整个是透明的感觉。你有不要那么强的光源的话，或许它是整个是可以发亮的。这只应该也是啊，哦，这只。其实我这样子看很漂亮，但是你从镜头里看看不出来，因为它那个好像太亮。这样子或许还可以，这样也不行。反正这几只都不错。那这只是海洋之声，它比较特别的是，它的手一开始做的就是举起来的，然后那个海螺它本身就是拿的。然后这个地方衣服的话是做透明蓝色，它其实可以看到后面，脖子不能动，它的头有偏侧边，因为它在听海螺的声音。这一只是海洋之声，很漂亮。然后再来这一只是海角瞭望，然后它有一个那个配件就是望远镜。戴一个橘色的帽子，然后跟那个收集海星一样，也有戴一个帽子。那海角瞭望的基本上身体也是有点做透明的感觉，后面有一个那个船的那个毛啊的图案。然后再来下一只帆船俱乐部，这只大家都说是有钱人的象征。然后其实它每一只旁边都有编号啦，在脚旁边，然后如果你拆整盒的话，它在左上角也有一组编号。那里面的话，基本上每个公仔脚上都有一组编号。那如果你要去辨别它的真假的话，卡片后面微信扫 QR code 刮掉以后，可以去验证它的序号，这只是不是正版的？我是都没有做了，因为我觉得我买的那个都包成这样子，我觉得不会是盗版的。帆船俱乐部身体啊、头发都是做亮面。但是它这个帽子的话是做手感器的感觉，所以它是两个不同的材质在上面。那帆船的话就是这样，一般涂漆一个小帆船。那再来烧烤派对，上次有夹子我就不拿出来，因为我上次开过，因为它耳机是做那个亮粉色的，所以还不错。这个我有四只了好像，因为都是重复开到的。然后再来是这个卡林巴琴的这只，这个我也有两只吧，这好像是第二只，这个上次也重复了，但它这个头的透感真的很棒，这是我很喜欢的一只卡林巴琴。好，这只也很特别，这只是夜探浅滩，头也是一样做透明的。然后螃蟹的话，它是一开始就粘在手上的。那这只是手感漆，这个手电筒是我刚刚组上去的，所以这个是可以拆下来的，这个就不行，这个是本来就卡在手上的。然后穿着连身的衣服，然后脚底啊跟裤管都是泥巴，这套很漂亮。好，最后一只这个 SP50， 它有一个墨镜。墨镜，挡太阳光的。然后背后有一个图腾图案，这个也是手感漆。然后有一瓶那个防晒乳 ，SPF50。那今天比较幸运的是，开到了一张这个，因为一直就想看看，到底这种特别的卡是长什么样子。今天终于拍到了，就是有一种那种闪卡的感觉了。但是有什么特别的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我到时候再去找找看爬文。那往后啦，就是还是不太建议大家去买 Bob 这个。我觉得一般就是如果看到去拆个盲盒，我可以。你要去收这个的话，我觉得那个财力要很雄厚。我现在是盗版的，所以很便宜。你要买正版的话，它每一个比这个小的话，有可能都要几万块。我刚刚看到一只好像300的，然后它是太极还是什么，我知道那个玛莎拉蒂有一只300的，可是它那个得到的方式有点麻烦，所以那个很难。
所以他们的价格被炒到很高很高。那当然，因为他们也有跟很多单位做活动嘛，他有跟那个喜茶做活动，然后这个是跟玛莎拉蒂联名做活动，但是这次是盗版的。那正版的话，大概可能300的话，这是500的尺寸，300的话可能大概跟这个差不多高，海星一样。所以可以考虑啦，就是如果有散盒的话可以收的，因为它其实还做得蛮精致，很漂亮。那大的话我还蛮推的，如果有人喜欢的话，要问价格的话，我可以帮大家查。它还有很多，还有就是好像老虎堂，就是卖饮料的那个，它有一个是穿着老虎的衣服，我觉得那只很漂亮。还有恐龙系列的，我觉得也很好看，但是大只运回来会比较麻烦，所以我建议如果要买的话，就是买45公分或者是28公分。第一个是好收纳，那第二个是它这么小，然后比较不容易断头，头大的有点危险。那我就把它拿起来以后再拍一次给大家看，看一下大小的差异。OK， 好，回来喽。那这就是它们的比例。那中间那个小的是我刚刚开正常的第五代海岛盲盒，那第六代那个复古音乐人出了，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去买，但是现在价格也不便宜。然后这是海岛海星的那一只大只的28公分版本，然后这只招财猫，黑色招财猫45公分的玛莎拉蒂，这只是70公分的，然后是雾面的漆，它就不是那种像这种好像有点钢琴烤漆的感觉。那这只最大的80，说的还不错哦，真的认真说是 OK 的，涂漆也不马虎。那这就是我最近买的那个爸爸家族系列，给大家参考一下。如果想知道价钱的话，可以私讯问我，我跟你说。然后还不错，我真的觉得大只的、小只的都不错，它的缺点就是太贵。好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结束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转发，按下小铃铛会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哦。